大家好，今日期权教室举办了22年8月份的每月策略堂 MS 堂，以下剪辑了几分钟的内容出来，等大家看看今日导师堂上面讲了什么。先看看书展啊，书展啊，这个信报的书展，好，本人的，咁我就在写香港故事下边咧，咁我喺书展度咧就买了呢本书啊，呢本书，佢完全引用了很多名人的语录。所謂嗰啲諺語 ，Probe Michael Porter， 呢句好啱我哋。The essential of strategy is choosing what not to do。最重要嘅精華就係我哋唔好做咩嘢，唔係我哋做咩嘢。有啲情況就唔應該做，因為係我哋嘅弱項。唔叻嗰啲唔好做。跟住一個咧，佢話呢個 Jesus 講嘅。後屘我問咗一個教會嘅朋友，真係有呢句説話嘅。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。你要問啊！你知識才會得到的，沒錯，人家不會主動給你的。Seek, you will find， 你要去找呢，你才能夠得到的。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 to you， 你要敲門，那門就開給你的。因為我認為我們這些東西是一個 lifetime 的 part-time job， 所以我認為你這句說話很對，讓我拿出來這樣講一講，希望在e-learning 的朋友你們可以看到這句說話。對話出口是8月17日的，基本上咧，商務部咧幾乎全部核選咗美國嗰啲科技技術，都係出口俾中國嘅。我專登咧帶咗本書嚟，啊 ，Free to Choose 啊，呢本書咧都係喺嗰個Speculator 嗰度咧出現過嘅。呢本書嘅書嘅人咧叫做 Friedman， 張五常嘅老師嚟嘅呢個人。咁咧佢就係講啲科技對話出口係應該嘅，因為美國係科技咧係一種自然生長嘅嘢嚟嘅。呢啲嘢去到大陸，能夠學識用佢嗰陣時咧，我哋又有新嘅嘢噶啦。所以因此唔好睇啲比較緊張嘅關係，睇太嚴重。咁因此中概股仲係相當有價值嘅，騰訊同埋嗰個阿里巴巴嘅生態圖。好啊，上年年頭嘅嘢啦。呢個圖咧就係未殺停螞蟻之前嘅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咧，呢兩間公司咧就不得了，係一個超級龐大嘅嘢嚟嘅。你睇依家呢兩個 cycle 啲嘢咧。是不斷不斷咁寫噶啦，七零年回購呢啲信息咧，先係佢最值錢嘅信息啊！大概係七月初到，爭六零嘅回購價。咁換句説話，勢頭如果略為有啲好，360咧會去得到。如果真係去到360啊呢個位置，你打算點做啊？9988有將嗰個基金嘅文章24% 去到14%，呢個係 softbank 嘅。咁其他嘅呢啲咁嘅公司咧，全部都係增持嘅。因此咧，我認為咧，阿里巴巴咧。就回100以上咧，呢個係一個完全有可能嘅事情。咁我哋依家就喺一個事就要守，我要忍，就只能咁樣啦。一張做大户，你未必用即係21日，用你自己熟悉嘅股票，你試一試咁做。29日就有股票嘅咯，係咪？有股票嗰日係咪292啊？最高 ，boom 就攞佢一張。16.68，係咪最高就我啊？16.68。最高我 Naked Short 是不建議，除非你真的有經驗，同埋你自己係賺咗錢，你輸得起啊！所以嚟到呢一棍嗰陣時，將正股沽咗佢，咁就可以將個利潤咧充分咁做出嚟啦。6.3，6.3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呢、這個會唔會輸錢嘅？唔輸錢噶啦，係咪？要賺咧，最多賺幾多？10蚊。冇錯啦，最多賺10蚊嘅呢啲。呢個方法咧就同上個月嘅。300同埋290係一模一樣嘅，不過今次咧我就出咗少少事啦，就我個肥手指啦，對自己的持股一定要有認知啊！佢問得非常好啊，係一個所有嘅朋友都會產生呢個問題嘅。咁點樣去檢查你係咪將期權發揮到好咧？呢啲叫做 self exam。self exam 咧，呢個係希臘個哲學大師啊蘇格拉底提出嚟嘅。你點樣去衡量自己做得好唔好？就睇一睇呢個股價圖，我哋能唔能夠做得到喺呢個地方出貨？我哋能不能夠做得到喺呢個位置 short put 加？冇錯，喂，你係熟呢只股票喎，我做咩行動你啊？持股 short call 嘅心態，睇翻呢位朋友嘅文字941嗱，佢係持股做 short call， 佢呢個問題好明確啊！好啦，我哋睇喺上面呢度喎，3毫子收得咁少嘅。提問嗰度，提問大家有冇注意到啊？佢話佢曾經 short call 俾人哋 call 走貨，知唔知啊？你要持有呢個股票嗰陣時咧，
你真係一個好好嘅時候，你先去 short call。三毫子以下嘅一毫子咧太少啊！我同你講，叻嘅人係做七毫子嘅。第二號中移動55個，見唔見到？7.3毫，我真係七毫子真係好難做到嘅，真係。冇咩問題嘅話，就今日就咁樣啦，好啊！咁多謝各位，唔該。好，咁我哋下個月9月24號再見，拜拜。